上就要毕业了，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是听家里安排吧。你们呢？我只想早点跟他结婚，然后做点小生意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你呢？我只想当一名人民警察。马上要毕业了，我想去当个警察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有1000万的话，我就他妈盖一小洋楼，然后楼顶上修一个游泳池，每天有姑娘左拥右抱，那家伙快活。同志们，来安静一下。三鞠躬。由于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昨天本市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亡不是令人悲伤的事情。大家请看，此人黄海霸。我们的肉体死亡了，我们的灵魂在。有一个叫周虎的，查一下什么来头，现在在哪？还有，派人查一下二爷与周虎他们什么关系，有没有来往？喂，是三爷吗？谁啊？先别问我是谁，还不快点，你的那批货就没了。你他妈是什么？编号65677885，江滩码头。你他妈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二爷正在转移你的货。现在警方查得这么紧，他妈的老二居然敢乱动我的货。当初叫你跟我合伙，你不愿意，非要跟老二合伙。老四，说多了你不生气，你当时年轻气盛，很容易出问题的。怪我看走了眼。大哥平时性子还蛮沉稳，怎么突然就站不住了？关键不在这里，那个跟我打电话的人是谁？他为什么知道老二的行动？跟老二又有什么矛盾？有这回事？老大的死，你说跟老二有没有关系？他干嘛这么急着出货？你三爷，你平时都是个大老粗，怎么突然这么细致起来了？不是，我只是感觉哪里不对。哪里不对啊？下面不对啊，想找姑娘了。三哥，这种问题包在我身上，晚上给你安排10个够不够？算你小子孝顺，以后三哥的就是你的。谢谢三哥啦。谢个屁呀、啊！好兄弟一辈子，先找货。
二爷刚走，走，追。喂，喂，我的货到了吗？到了。如果我看到第二个人，那么游戏结束，明白？查到什么没有？周虎是个私生子，母亲早逝，在美国留学。回国后，在三江几个房地产公司做运营总监和销售总监。二爷只查到是美国威尔顿大学毕业的，其他资料都是空白。这个今天咱哥几个聚到一起，咱也不为别的，这个打开天窗说亮话啊。这个帮累啊，不可一日无主，要不然时间长了肯定会出事儿。三哥，你说呢？老四说的有道理，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，乱了可是不好啊。没那么严重，以您三爷的家产，怕几辈子都花不完吧。你跟我抬杠是吧？你是不是跟我抬杠？哼，没那意思，三爷您威武。威武个屁啊，我他妈一大半厂子都被你抢走了，还没找你算账吗？生意是做的，不是抢的。做？我做你妈哟！你信不信我做死你啊？我他妈做死你！哎。三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窝里斗啊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三哥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二哥，坐。你们知道吃什么东西可以不用嘴吗？老虎呢？不知道，昨晚没回来。打电话叫他回来。快点。凶什么凶？快给我滚回来，有警察找你。请问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杀害我爷爷的凶手，还是选老大？畜生们心，难道你们也没有？
明天去给我查个人。查谁？查一下老三。老三？你怀疑是老三做的案？很有可能，但不能确定。老虎以前跟他的，给我查详细点。OK。是老虎。站住！黄海爸的死你知道多少？告诉我。两年前我就没做了。看见没有？我还能混江湖吗？能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走吧。我只想过个平平淡淡的生活。江哥，我们走吧，下雨了。等会吧。车上有伞，拿给你。不用。淡淡的生活。趁现在我时间来看，无法控制烫心的热，压抑住那蠢蠢欲动。想死吗？是否太啊？我说你想死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安全带。哦。从那以后变得沉默。嫂子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能不能振作起来？说不出。案子总会水落石出的。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你也该找到了吧。何况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明天陪我去一下公墓。这是美好的，时针滴答滴答，似水莲花，这一切都没来得及升华。我的内心复杂，无法表达，该怎么停下？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，现在你要离去，而我忍不住，好想你。来了，这件衣服你应该会喜欢，白色的代表纯洁无瑕，我希望你做警察也是如此。这世上哪来的纯洁无瑕？人生来就有欲望，有欲望就会犯错。错可以犯，但是要知道改正。只要你内心是洁白的，世界就会美好。这个是我爸送给我妈的，我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，现在送给你。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以为
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想我吗？废话。少华，当时案发现场发现什么凶手遗留的线索没有？没有，现场经过详细的排查，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。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在哪里？死者是被人捆绑装进麻袋殴打致死的，致命伤在额头。看来凶手是精心策划过的。弟呀，哥要你帮个忙呗。大哥，你见过吩咐。今天晚上去和平街给我闹闹，动静大一点。明白。帮我取一下刘娟的快递。嗯，谢谢啊。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老三的辅料厂实际上是个制毒点，制毒以后与老四交接，通过老四的货运公司在运输毒品。要抓人吗？不急。你有把握吗？等着看戏吧。妈了个逼的死精神！干什么？站好！去叫人。好的。操你妈！咋个啤酒瓶翻翻了？哎，各位老大，各位老大，误会啊，都是误会，新来的，
不懂这里的规矩，得罪了各位老大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算你个老鬼思想，放聪明点的傻逼玩意儿死精算。是是是是，看好你的人。嗯，好的。哎，老鬼，俺的酒让那傻逼玩意儿赔给俺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各位老大喝好啊！哟，吸毒啊！你作为一名人民警察，你拥有的不是权利，是责任。责任是什么？是你不想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。你这种行为叫什么？叫栽赃陷害。这像一个警察做的事儿吗？我看你这警察就不要当了算了。七情六欲谁都有，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把握度。想当这个破警察，咱们老百姓。老刘，老刘，燕姐到处找你呢。想我了？哎呀，别闹。燕姐，燕姐，人给你带过来了。哟，刘大侦探怎么到家门口了也不进来啊？什么事啊？直接说吧，别跟我装神弄鬼，出来吧。果然是高手，你怎么知道门后有人？哼，长发齐腰，手里拿着烟斗，肯定不是小姐。今日凌晨，警方接到线报，在本市某废弃楼，当然也不可能是这里的常客。烟斗里面装着十分昂贵的烟丝，而来这里的消费群体一般都是中等偏下的，买不起的。好眼力，牛探长你好，我是美玲，这位是陈斌，我的助理。我们大小姐找你来办事儿，你小子不要不识抬举。
我们要不要把这小子绑走？不用，他已经醉得不轻，我们明天再来吧。我是带着诚意来找你的。哎，你说这东西值多少钱？你这东西从哪里得来的？你这烟味不错啊，我能不能抽一口？这个是我在案发现场发现的。你是说这枚戒指与我爷爷的死有关？哎，你说我们这算不算间接性接吻呢？哎，别，快说！这枚戒指不像是凶手留下的，还是得从你们内部查起。是老三的赌场，一般人不让进。切，我是一般人吗？能不能借点钱玩玩？老狼，给他拿点钱玩玩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双。你小子长得挺壮实啊，算了，好男不跟胖子斗，来，下，单，你没送，是太差了。耶，爽！哎，你妈的！
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是有那种做咱们爹的，就是提着脑袋在挣钱，死在谁手里都是死。那老家伙死的前一天，给他买的那个玉扳指 BB 鞋，第二天就挂了，可惜了老子的扳指。我说三哥啊，大哥生前对咱也不薄啊，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？你不了解我是吧？你跟我就是嘴贱。什么？说。小姐，对不住了。我是怎么跟你们交代的？你们还把大小姐带到我厂子里面去了。要是我之前没有安排，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以后都跟我长长记性，上上心。三叔，听到没有？这几天，三叔，你们把大小姐给我看紧了，以后不要再出什么事了。听到没有？我的声音。三叔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丫头啊，爷是为你好。你要听话，你爷爷的事情交给我和四爷来处理，好吧？三叔，放我出去！三叔。出去，三叔！喂，货已经被调到仓库。啥？货已经被调到仓库。在仓库。现在就他一个人，三爷您看着办。就一个人？信与不信自己选择。老四，他在仓库，快点走。要不要多带人过去、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兄弟们都回去行了。就他一个人，怕他是啥呀？小弟死在万年城。走走走，没事没事，走。
好了，知道了，走，快点，老四。我的货呢？好像是卖了。哪儿？你是啥意思啊？哼，没啥意思。你说怎么办？按规矩办吧。兄弟们，咱们一起打拼有些年了，要不咱们结拜兄弟吧，以后咱们兄弟齐心。好提议。我黄海霸今天与三位兄弟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阿勇。我青云。我麻子。我三人对天起誓，愿与大哥结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不得背信弃义，不得欺行霸市，还有不得调戏良家妇女。规矩大哥说了算，违背了一人一颗枪子儿。好，三弟，这是个好主意，公平公正公开，你们俩没意见吧？一切大哥说了算。大哥，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四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吗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明码标价的，包括人的青春、理想、良知、公益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，出来投降。听着，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，出来投降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，马上出来投降。等这批货出完，我们每人可以分得1000万。1000万是多少钱？1000万可以买1亿碗牛肉面，你几辈子都吃不完。男二，1000万可以娶几个媳妇儿？那得好好算算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是有1000万的话，我就他妈盖一小洋楼，然后楼顶上修一个游泳池，每天有姑娘左拥右抱，那家伙快活。身体要紧啊，老三。不要紧，没问题，我的身体好得很。我要有1000万，我搞个3方亩地当农场主去。真好啊，我们真的说实话，要是有1000万的话，那日子过得每天像神仙一样的。一个字，爽。两个字，真爽。跟人老大享福。
喂，哪位？还记得萧雪吗？为什么要背叛她，跟别的女人上床？你知道她有多伤心吗？其实她没死，她说她永远不会让你知道她在哪儿。十年了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救她。三一停车场，炸弹只会给你一分钟的时间。错，做人呐，欲望不能太强，太强死得快。乐，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的欲望。你策划了这么多，难道只是为了当老大？下辈子再跟你解释。放下，把枪放下。你曾经的梦想是什么？
我。只想当一名人民警察。小心！说考不上警察，他们都是关系户。你说的为什么白话？为什么白话？清明，我把他杀了，连你爷爷一起杀。我不会杀你的，真的，我不会杀你的，我多爱你啊。就现在我瞬间来个小雪，无法控制放心的热，压抑住那蠢蠢欲动。我现在老了，是否太想，希望你能帮爷爷管理集团。你的几个爷那边，我会帮你去疏通疏通。但是，你必须离刘江远一点。该何去何从？你先出国留学几年吧，回来他们会扶你。你那几个爷都是没读过书的人。爷爷，我突然没想到当过什么董事长。你是想爷爷死吗？你爸走得早，我辛辛苦苦创下的事业不给你还能给谁呀？一个女人只要有个爱自己的男人就够了。爱情，你要知道他是一个警察，警匪不能成为一家。我不是匪，你们才是，我受够了。现在你要离去，而我忍不住好想你。我们要不要把这小子绑走？不用，他已经醉得不轻，我们明天再来吧。马上要毕业了，我想去当个警察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怕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，现在你要离去，而我忍不住好想你。
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，我知道你要离去，而我忍不住好想你，而我忍不住好想你。